祈福会前，志工们很用心把心灯排成平安两个字。祈福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们就特别用了这个心灯啊，把这个平安两个字把它排出来啊，目的也是就像刚说的，能天下都无灾无难。志工双手合十虔诚祈祷，草屯仁医会洪启芬医师发起举办这一场祈福会，希望幸福平安的我们可以为苦难地区的人伸出援手。上人上在慈氏再怎么样的一个富裕的国家，总是有阴暗的角落，尤其在遭逢天灾人祸以后，他们的那一份的无奈无助，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。志工、社区民众踊跃参加，捐出竹筒，捐出物资，把这份关怀和祝福送到灾民心中。大爱新闻郑胜敏志工张秋菊、施金瑜、蔡凤宝南投报道。